好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男朋友来了，开始现在享受徐梦桃说的口播。梦桃，听说你这次来还带了你的一个好朋友来，没想到直接给徐梦桃干走了。啊，我男朋友啊，他不知道他有好朋友。你咋的？我朋友吗？我就带一个朋友啊，没有带朋友是吧？我带了一个男朋友，男朋友带了个男朋友，是说的男朋友吗？你不是有个朋友是叫经典的吗？啊，对。